一二三，三万多的蛋糕，拆台拆台，好好吧，还要，我们两个有默契吗？老板，那我先离开了。最不惊喜的来宾 ，Always， 我们终于要来挑战我们三个人的默契。你最近有吗？搞不好没有，对啊，很多人都说我们三个人默契非常的好。我们只是平常讲一些烂话或者什么的梗，接得很快。真的要挑战默契的话，到底确定有没有？我们待会会分成两个大题，第一大题是我们待会听到一个单字之后，我们要一起做一个动作，然后看我们动作到底有没有一致。然后第二大题就是跟 K-pop 有关的，待会就是会听到一个团名，然后你们就要第一时间唱出这个团体的歌。同一首同一句也太难了。对，就是很难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哦。这个听单字动作的，第一题是爱心，一二三。左手到背后面，瞬间这边是舞台，对，我们是二重唱，我们是越跑越炸，对，下一个 hip hop， 好，一二三，我们两个有默契吗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那我先离开了，等一下观众要说我们很配，对，要说我们两个很配，姻缘，不要找我桃花，好不好？我是这样，我蹲着，我在，我是蹲着，进化石，进化石，对。然后第七题，蜘蛛人，一二三。好，一二三，加油。
我要唱 dance 呜呜这样，你要是唱歌啊？欸、我说 dance， 对啊，是你唱哪里？就 dance， 那种少见，这是 B 站的歌没错。第六题 ，Oh my girl， 一二三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你，dance， 是那个 dolphin， 我是秘密花园，我是第五季。再来，第七题 ，EXO， 一二三，什么都能当，就是难说。你唱什么？难哦，你知道是啥吗？我是 overdose。我下一个，第八题 ，rapping， 一二三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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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他刚开始在下面，这个。我是嘟嘟嘟，就是他的下一首歌。我的，那这样是同一首歌吧？好吧，这样还勉强可以算。他的发音。我今天才跟我同事说，因为今天一早就过敏很严重。我说，那我现在很身上 Blackpink Rosé 的 part。Come on, little shine like a star。这上面写 Rose。这卫生纸上面写。就这么刚好。Rosé。对。一二三。Cycle。完全不一样。哦、oh, ，Infinite。好。一二三。哪个？加。这是腿吧？我刚脑袋还没转过来，然后手就伸出去，你是动作先的。也是我们跳过的啊。哦。做今年做过最伟大的事情。对，伟大。牙被击败。对。对对十一题 ，I do。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脑袋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一。三 ，Oh my god！ 我是 Oh my god！ 我唱完就换你了。我唱完，换你了。你唱完，你唱完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唱完，你唱完。哈哈哈哈哈！再来，十二题 ，Rapping， 一二三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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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难，好好，还有，十三，一级，好，一二三 ，I wanna be me me me， 同一首，女团就对，是不是？十四，接下来，哦好，一二三 ，Bobby Bobby Bobby Bobby， 你唱什么？能唱，一二，你唱什么？你要唱 Love Me the Very Lonely Pony。他是 Love M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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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一题哦，好 ，Super Junior， 一二三 ，Sorry Sorry Sorry Sorry， 那个那个那个那叫那，哎，终于有一首男团是对的，真的，对，就是那个 Infinity 吧，结束了吗？对，我觉得还可以吧，比想象中有默契吧，我们顶多就是唱不同句，但是同一首歌，大家觉得我们这样看起来有没有默契呢？有默契的。破个，你应该要唱，你要很多，你应该是十万吧？太多了。破五，像我们再来做，就是可能第二集之类的。OK， 解锁就是听那个团体名，然后跳一段。跳一段，交给你们了。我们等一下先拍完，然后等你们有没有就上传。如果没有破，我们永远封存。你们跟我们很有默契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喜欢的话就是按一发表，可以等到走 IG， 然后也要订阅这一个保健的频道。我们就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要意外放松事故，性感的舞能在碰撞你的，一个动，看那。